我知道有多少。你看你现在银行这个工作，你虽然觉得不好，但是，它起码是汉堡保收的，你知道吧？是，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啊。小婷怎么样？怀孕反应厉害不厉害？你们月底回不回来？ 吃完饭呀，给你四姨回个电话，还是上次那个事儿，我说什么呀，她都以为我是在糊弄她。什么事儿我都忘了。就那事儿嘛，她婆家一亲戚，在光明县乡中教书呢，想进到县里头，不叫主客也行。哎，这醋呢？刚才我找半天。 妈要吃醋，嗯，我在这儿呢。